你们怎么轮着拍？你装着呗，你站开，你笑他没有？你阿妈，你可以叫我怎么不动，傻嗨！乜柒？乜柒？提亲啊，终于有点 budget 了。我们特地从 KL 哦驾车来到这里，差不多两个小时，懂吗？来到这边，这里是哪里啊 ？The Hutan Retreat。其实我们全公司上下哦，就 editor 啊、cameraman 啊，全部都来到现场了。来完了，来完了。这是多三十个人吧？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玩的，顺便哦做一下工啊，拍一下综艺，让大家看一下。又刚好三周年嘛，各自来拍一个。又刚好三周年噻。的人都带来吗？就包括公司看我们的观众。哦、厉害了，你要站这边吗？我觉得你 OK 了。虽然呢，还有我们全部人来啊，然后好像感觉到，大家到底有没有遵守这个 SOP 呢？其实我们演员在前面呢，在 camera 前面是没有戴那口罩的，可是。一 off 了，我们还是带回去。啊， off 了，我们会带回去。然后口罩是谁的呢？谁 sponsor 的呢？是 Ampro 啦！感谢干爹 Ampro 赞助口罩。Ampro 口罩是马来西亚国际最高标准品牌，过滤性强，透风性也好。Freeprice 口罩都是 Aerofit 设计，服贴脸型，不会有漏洞让细菌入侵，还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选择听。最近还推出了新款 KF99 口罩，有灭活功能，还是 4Pride 的听，让你戴得安全又安心。你们谁有兴趣买的呢？就可以去各大药房都可以买得到。还有记得留守到影片最后，就有机会迎娶帝青的干爹一起送出的礼物哦。哎，这样讲到帝青三周年啊，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大家，懂不懂帝青哦？第一条 video 是几时 up 的？我觉得懂的人是因为都有看你的 video 嘞。我的第一题，请问帝青第一个 video 是几时出的？其实我们帝青呢，第一条 video upload 呢是在12月10号。几年？2018年。老王教我。第一次呢，有10个人一起玩 game， 这样不如。介绍一下自己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Eunice。Yeah.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个 OK 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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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line。Yeah. 大家好，我是 Rico 燕燕。大家好，我是 Anthony。Yeah. 大家好，我是阿武。阿武，你的 hack 2 n 今天不用了，今天。怎么了？看得到，看得到了啊！医生医好了啊。这样以后帝青看不到你戴墨镜的了哦。没有拍完我就聋瞎子眼。哇，牺牲很大那个。哎，下一个。Hello， 大家，我是鼠牙。大家好，我是米奇。哎，怎么讲的？怎么差别这样大的？没有啊，都是自己人啊。是啊，哇，很好啊。OK， 来，现在你们前面呢就有分两个颜色的衣服啦，这个是你们组别的颜色啦。啊，蓝色呢就是阿 K 罗了，黄色呢就是阿傣义了。你们的组员我们也已经给你分好了。哦，我就是讲，等一下一开就懂事情，我一定。对了，来先拿你们的衣服来看一下先。哇，我们配合了这三周年，我们是既有一个哦，哇，哇，你有衣服了，我都跟你讲，最近开始有 budget 了，真的很感动。哇！1、2、3 可以啊，可以啦，可以啦，好，可以啦，可以啦，好，可以啦。OK， 我们进入游戏环节。1、2、3黑红快！你看人家哦，这样有湿气，然后你们闪闪，你看你们的队长。你们队长在哪里？
人家在那边喊口号，然后你闪闪的，你看你这个队长。我跟你讲，玩 game 哦，不是在于那个口号的，是看实力的。因为只有对自己的组没有信心哦，才会去想那个口号来吓人嘛。我拍给那个赛他们对。哎，不要嘞，害羞嘞，不要用嘞。1、2、3，加油！整个队一样啊，没有力啊。我们赢定了啦，烂队。我都觉得你们赢定了。哎，这么你们的衣服要这样绑，有什么意思？谁吗？不一样了，你们不会的啦，因为我队长，我这个衣服有点紧，所以他没有要配合我，是我们一起，这样才有 team spirit 了嘛。team spirit。这样你是队长吗？你现在觉得热吗？要不要现在脱衣服？哦，这样好啊，好啊。OK， 我要接我们的主题其实是要回馈给工作人员的。那怎样回馈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呢要主办的呢这场美食比赛。哇、哦，好啊！美食比赛，谁输了谁主办啊？还没有，这个比赛主办，就是整个过程，包括你们的买你们的食材呀、啊，准备食材呀、啊，到煮哎，都是由你们亲手包办。那我们晚上呢就会评分你们的食物的色香味啦，然后看了整个你们的过程啊。如果输了的话，会有个大惩罚。你们看，如果赢了的话，你们可以住你们后面那个 villa 美美。哇！你们五个人就可以住进去。输了的话呢，看另外赛，看到草地吗？我看到是他们住的了啦。看到睡袋吗？谁输了就睡外面过夜。所以你们的主厨是 Michelin。耶！黄队的主厨是 Daihe。这个环节呢，工作人员会给出菜单，让主厨来选菜色。主厨只能通过图片猜那个菜色，再上网找那个 recipe 写下食材，然后让队员去买回来。这一块全部到齐那个集合地，然后都泼了气球的那队呢，就可以获得豪华厨房；吃到的那队呢，就只能获得平民厨房。讲真的，他其实有一个也是蛮会煮的，真的蛮会煮。因为他蛮常哦，会就是约我们其他人啊，问他们要去他家吃东西，他煮给我们吃。我们好久没见啊，中餐西餐，中餐比较会。没问题啦，我们可以赢他们了，他们那边不能在那边。讲到煮菜哦，放心的。要看啦 ，depends 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中菜，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可是如果是西餐啊，别的餐我还可以。你们的主力那谁是会煮？不会煮一点啊？他西餐比较紧嘛，你是西餐。西餐比较容易嘛，中餐都要啊。你他也会点点吧？一点西餐也是什么？这两个不用讲啊，只会吃吧，两个，所以唯独就我们三个吧。因为现在重点是一个是西餐，一个是中餐，然后他们讲说没有关系，配对米奇比较有信心。所以你们等一下，然后就拖慢了你们回来，那很有可能就会拿到平凡的厨房。打水枪射 ，XXX 进他的洞。玩家们轮流使用指定的道具，将乒乓球吹进杯子里面，最快将四个杯子都填上一颗乒乓球的呢，就胜利。各组队员需要分别用水枪，还有那个吹哔哔的那个纸笛呢，把乒乓球推进不同的杯子里面。一颗乒乓球只能进一个杯，最快把四个杯都填满的那队呢，就是赢家。你还厉害射还是厉害吹？射吧，他厉害射，这样我们两个吹了，我厉害吹。我也是很厉害吹。我水枪了。叫我拿这个锤了，阿五，你要哪一个？你先选。水枪。叫我拿个锤哦。好，可以的。所以是你跟尤瑞哥是锤，我跟艾德林是手枪。准备，3、2、1 ，Go！ 加油！喂，哎。哎呀，辣耶！哇哇！
剪刀石头布。我赢谁了？这个。哎，谢谢。哇！来，来放下，放在桌子上。哪个声音？这个声音有够，可以。这个应该是宫保鸡丁吧？是吗？是猪还是鸡？猪鸡。最重要是给他们 ingredient 哦，食材分量。就就可以了，可以了。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是了。切别的先，切别的先。真的。哎哎，喂，没有，镜头一个洞。一个。啊，同一个。哎，没有，看不到嘞。可以，很好。这边吹，因为它风。Go， 加油，小王。冷静。可以，很好了。现在紧张了，剩两个，各自都剩两个。谁都想不到 Kero 会有跟小公主势均力敌的一天。跪下来射。到我。冷静，不要紧张。啊，最后一个是 Adeline 啊。你已经跳很好了，刚才。可以。要带 Adeline 过来一点。哦，加油加油！赢了，蓝队胜了！啊，现在开始在讲马来话了。对了，这边是你们的买菜的摆设。哦，萨玛，一样的。啊，萨玛。几个人？现在mau pergi？ 这个，sekarang pergi beli。哎，pergi cari kawan kita lah。Berikan， 哎，来嘿。Yang ni semua kan, sebab tak boleh beli itu yang sudah pack punya. Okey. Nah, kita buat sendiri punya. So kita nak beli. Okey. Tak ada original. Sampai sini kan, cili sampai sini semua nanti balik makan si blend punya. Okey, makan si blend. Yang ni pun mak nak beli ayam kau. 3道菜要煮，就是5个、10个人可以吃的。我被告找野买的都在300万。你看到我鞋子吗？咦？看到。哎，你把这里多少钱嘛？把这300块。够啦。小辣椒是一起炒哈。啊，对。然后还有 garlic 咯。Kita mau cepat tau, cepat. Boleh. Okay. Ini saja, ini tak ada. Sudah boleh pergi kan? Go. 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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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lic. Bye sekali. Ya. Kita let's go. Kita mari lah pergi. 现在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刚刚黄队呢比我们早大概30秒这样呢到这个 van 车这边，所以他们已经出发了。哪里呀？我来，今天的，是不敢干。Baik, kita balik ambil barang dulu. Ayy.
吧，有。看，kita turunkan。Kita turunkan。Dia orang ambil kita punya sotong ah. Eh, woi. Dia ambil ah. Apa macam orang lawe? Ini yang ini kawan dia kan. Saya beli. Bagi saya. Sekarang kita sudah hilang tuh sotong. Itu orang ah banyak busuk ah. Kari daun. Kita ada bagus punya apa tuh ah? Chef. Ya, kita nak believe tadi. Run. Hey, mana tim aku ah? Yuhu! Halo. Apa ini? OK， 像其实我们的食材买完了吧？我们已经是买完了的了。完了啦，又快。哎，我问一个问题，我们的食材？我放哪里了？等一下，我要讲是你们不够有责任感。那有人买东西买了一半跑掉的？错了，责任感是我们的事情，可是你们这种多手的，你们也是有问题的吗？这个是玩游戏的一个技巧来的。哎，好了，不用紧啊，你们的手动啊，在我们这里啊，等下我们会还回给你们。所以不是我们的，是木人。董锤是你们最大的敌人，你好，木人啊，你不下来，我们真的不能了，真的。来，我们最后恭喜蓝队获胜。恭喜我们的蓝队获得我们的豪华厨房。OK，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的厨房。看起来很少。你先看一下啦。你的鱼是长怎样的？鱼是这样子，这样一条咯。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啦，全部给它丢下去了。炒饭，我跟你们讲，饭多一点啦。然后那个阿吉妈是妈毛豆，那个饭煮多的话，根本炒饭就不好吃了哦。也不爱。OK。Okay, 我们想第一个先。第一个有沙冻，有那个 onion white 的，只是没有那个 curry leaf。那 curry leaf 没有。德邦有吗？德邦有。有两个都有买炸的，还有面粉。他妈妈什么？马来人必备哦，酱油。马来人每一个妈妈档都会有的酱油。所以应该你看完这边的菜应该没有问题，是吧？可以煮得到啊。煮得到吗？可以煮得到啊。这样我看完这一堆菜过后，我觉得我们是配合啦。稳稳的，一人吃一口。不会有问题的。这样 basically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什么食材了，所以我们要有那个 O。耶，我打个气先。来。你的肚子。肚子。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我说啊，这个我忘记了。来，一二三，嘿啊哈！到我，我听到。哎，口号。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这个是那个50块的那个，这个。OK， 你们现在已经各自站在你们的那个厨房里面了，准备，3、2、1，很亮。有差没？一样不是？哦，他们有布置吧？他们有布置吧？哦，你们有门路，哇，很豪华。进行我们的主菜环节，来上游戏卡，来准备，你们打开你们游戏卡。美食大会竟然没有一样东西是煮熟的，
在限时一个小时半内，队伍需要完成指定三道食物，主厨必须站在指定的位置上给指导，然后不给参与。如果需要召唤主厨咧，成员就需要到指定的地方来进行惩罚做交换。准备好，三、二、一 ，Go Go Go！ 我们去洗手，我们去洗手先。阿五洗一先，阿五快点啊！阿五来着，来着，来着。天老，你不要这样子控制导游。要导游的吗？导游，你要导游，不是这个油下面那桶油。叫 Anthony， 你那个手动啊，来洗一下哦。我也不会洗了，我就这样洗吧。Garlic， 我放了粉了，我看不到哎。啊，可以啦，可以啦。我需要放好盐，但是我没有放辣椒粉哦，因为没有辣椒粉。啊，不用紧，就起泡泡就可以炸好了。喂，你倒水？可以了哦。水可以了。用水弹上来的手嗨。可以啊，鱼可以了解啊，鱼可以啊，鱼可以啊，拿去煎哦。阿姐，阿姐，我不会。滑下去，滑进去的。小心啊，轻轻滑进去。OK， 然后你就等啊。快吧，整理哦，就这个，把水倒掉。倒喂。有 can open 吗喂？那有呗。小心啊喂。小心手啊，左边。咁噶喂，喂我唔做乜撚嘢啊！我接手就係咁噶啦，我洗個手啫喎。哦，你要咁話啦，做咩起泡咗？我就知道你們的魚火太大了噻，火太大，油的問題啊。你們油買八兩噻。阿莫，你給什麼油我們？哎呦，魚排啊！要的。我跟你呢。Anthony， 你有放辣椒吗？我放了，不要放哦。哇，你这个安迪很咋潮啊你。时间剩下十五分钟。哇，这个漏产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啊？它粘不到啊，太水了哎，漏产。刚才不应该加水啊，不应该加水。Sorry， 我的错。加粉，我再炸到一轮。可以吗？你们？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啊。喂，唔系啊，呢摊真系好似番碱水哦。系咪都系油嚟啊？番茄白水嚟噶。哎，你们考虑一下，要一个人出去给他进来嘛？这样我可以过去了吗？没气了，你看这个。勉强可以啦，拿起来可以的。你班友仔谂埋啲咁嘅屎桥。哎，我们的手工还是粘不到的，怎样啊？啊，因为它里面太多水了。洗掉再弄过。你是看抹干哈？抹干哈？用纸去抹，揉一轮揉干啊啊！你抹干抹干一轮，再撒粉，再撒那个面粉。Oh no！ 啊，你不要这样搓那个，你那个纸是进来汽油哎。哎，真的是用纸去了。Oh no！ Oh my！ 哈哈哈哈。干锅炒饭可以放饭了。阿五，阿五，阿五，我要饭。到，过来，过来，过来。看多好哎！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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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来，来，来，你弄这Yeah, boy.
来到我们的试吃环节啊，先从我们的四位地青的创始团队介绍起来，来，嗨，还有我们的老张，好厉害的替身接麦，还有我们后面整个地青的团队啦。OK， 你看到各位，我们左边的跟右边的就有两个位置。其实我们今天邀请了特别嘉宾，特地来试吃我们的两组的菜肴这样子。啊，来左边的呢，特别嘉宾就是戴希，哇！右边的就是阿米奇啊，你们的主厨来做，你们要吃你们调教出来的菜色。评审团会让主厨猜早上抽选的菜名，如果答案正确，就可以额外为队伍加三分。最后，评审团连同工作人员一起试吃各队的美食，试吃后再给出分数。拿到最高分数的赢家呢，就可以住进豪华 villa， 输的就在外面草地铺睡袋收皮吧。OK， 来，这个谁？我们第一样，这菜色的名字叫做平平无敌的大手豆。我没有在做戏啊，我跟你讲，是真的好吃的。哇，这个真的。我们一开始 expect 可能没有到那么好吃，但是其实它真的是很好吃。你们演太多了啦！第二个菜色的名字叫做瓦斯里乌龙人汤盖。它有猪血在里面，然后它的汁哦，等一下我们还有饭啊，你可以猪翅啊，哇，上天堂了。鸡的鸡味，它有点冷了啊。一个酱少一个酱，其中一个是白板。蓬莱炒饭，你们谁啊？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很 perfect 的。你看尤力斯都要呕了，我看他一样。哪里有呕？好吃。谢谢王祖，来，好好，来一个。先介绍第一道啊，这个叫火辣前女友啊。哇，呢、这个哇呢、这个巴哦不巴闭啦，巴咩闭啊？呢个巴闭啦，呢、这个叫多教鱼啊，因为今晚还有两条鱼喺度，多教鱼啊。它的那个酱跟那个鱼哦，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哎呀，不搭啦。这个呢，它的名字是叫粒粒皆辛苦。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还是因为。放太久了，时间的嘛。我觉得还是好吃啊，好吃很多，很好吃。没有，我要求太高了。感谢干爹 Insti 赞助我们饮料。Insti 的最新银河 Galaxy 系列，酸酸甜甜的味道，瓶子里 bling bling 的，就像看到宇宙里面的星空，然后把它抓在手里一样。还有玻璃瓶哦，就是香水瓶的设计，西北好看，要打卡要收藏都可以。想喝的朋友呢，在所有的 Insti 分店都买得到，还是你要我们请你喝？这样的话、哦、你就记得要留守影片最后，因为我们还有干爹、哦、就一起请你喝。OK， 我们先从黄队的主厨阿Ben开始吃吃过来这样子、啊、然后到后面的我们的地青团队吃了、啊。这样 ，before 你吃之前呢，我们想要你先跟我们揭晓，你今天看到三张图片，然后你猜是什么菜色？第一道，我猜的菜色是炸手冻。炸手冻啊 ？OK， 答案是咸蛋手冻。那你第二道呢？第二道呢就是黄米炒饭。黄米炒饭，哎，错吧、欸？这个是对的。三分。第三道我猜的是比较接近了，人当鸡。人当鸡？哇！对，黄米。各位家十足啊，知道完了，打你几来哟！这如果是烧菜方便哦，去了一次我就不会去了。哇，好甜哦！我是妈妈当啊，如果真的吃到这个啦，我一定叫那个阿邦来了。这个应该是昨天放到现在。这三道最好吃的应该是这个咖喱鸡啊！摇头，终于是在摇头。对，
可以加分的东西是他们那么难吃都可以演到那么好吃。这个手冻好像不是炸的这样。我觉得很咸啊。我觉得那个手冻不可以啊。第一道菜我猜的是妈妈档的酸甜鱼。酸甜鱼是对了。第二道是干蹦炒饭。干蹦炒饭对。第三道呢真容易。宫保鸡丁啊，中文。干蹦炒饭我觉得好吃，只是不够辣。麦香是很好的，我这一听。这个饭我是会叫的。这好吃的哦。鸡就比较入味哦，我觉得淡了一点。鱼也是不脆哦，味道酱 OK 啊，真的是不错，酱还 OK。只是这个那西国人根本是 feel 啊，那个酸跟甜没有很够味啊。那个鱼我觉得是真的是冷掉的原因吧。像目前黄队的总分是加买大队两题16分，然后蓝队的就是24分。哇，所以到底会不会被反超呢，就要看后面的人了啊。3 2 1，绝。我有票啊，我们 OK， 我们恭喜我们的蓝队获胜。然后黄队对不起了，请把刚才煮出的东西全部给它洗一轮，然后去外面补你们的睡袋了。讲讲，快点猜到三打还是吗？非常开心啊！问题是我走心，我要去问上面那班，为什么没有投蓝色？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啊，我觉得啊，应该是导演他们的，你们投蓝啊，投黄对啊，不要给他们输在这里。真的，给一点，给一点后台人家是啊。对，我们赢可以，不要赢太多。真的，刚刚好，刚刚好就好。后面的那个沾粉比是黄队很多，所以觉得。很感动，真的，输不用紧，真的。有投我们已经很开心，有走心到那一刻。慢点，慢慢来啊。ada lagi apa ni?你要坐那个牌还是牌？有分别的，有分别的，风景不一样这样哦。
坐这边可以看到你了吗？哦，感动。你现在是？恭喜你是第一个来到这个早餐桌的人。现在开始哦，你不能够移动啊，你不可以按电话。我们其实要等他哪里一组，先全员坐起，所以就可以先吃一个体面的早餐。如果最迟全员来到的人呢，那组哦，他们就要吃健康早餐。健康早餐是什么？哦，就那些很健康的东西哦，青青色的、啊。你觉得你们的组可以最快到完全员人吗？我觉得团队可能可以，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好。我团队好了，基本上，因为我看他们衣服也换好了。还来了呢，那边就已经四个了，他们剩最后一个是阿毛。OK， 来黄队，我现在开始，你们不可以大大声喊，也不可以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在玩这游戏了，看哪里一组，先全部五个人先坐在这边，就可以吃一个丰盛的早餐。相对的，如果最迟来的那一组就要吃健康早餐。那我可以走过去问？不能，现在不能够给暗示，不能够用手势叫他来，不能够喊，不能够 text。谁敢？你们肚子饿吗？饿啊，饿啊。嗯。你们喜欢吃到什么？Big breakfast， 来了来了来了。想用丰盛的早餐，然后我们的蓝队呢，得想用健康早餐。哦，我要再夸张吗？我也很认真。恭喜我们的黄队有这个 big breakfast 啊，然后我们的蓝队呢就有这个很健康的早餐啊，这样由我们的主厨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早餐里面有什么。黄队的 big breakfast 就那个 scrambled egg 啊，然后那个 mushroom ham hash brown 就普通你们看到的啦，然后还有一些 sausage 这样子的咯，然后一个橙汁这样子。男主呢就吃最健康的啦，我们健康有鸡胸，鸡胸里面有那个肝功，然后还有龙饼青龙椒，那个什么那个跟鸡蛋 egg mayo 一起哈啊，那个精心准备的，因为那个里面有臭菜的。哦、那杯水里面哦，西洋菜、青苹果这样子啊，然后最重要啊，面包上面那个是苦瓜炸来的。享用你们的丰盛早餐！耶！耶！真的是 big breakfast 啊！耶！昨天你们就回馈给公司的团队嘛，所以今天呢，其实主题是回馈给粉丝，所以等一下就需要你们各组呢画一幅画送给粉丝的。简单啊！在画画之前，我们先玩这个小游戏啊，玩什么小游戏呢？艾丽竟然是三工作人员。肩膀上不同的圈圈就有不同的分数，射中就加分，也有可能是减分。每个队员内会有三次射箭的机会，如果太差水，没有把那个箭射在肩膀上，就会把一分送给对面那队。最后分数累计最高的那队呢，就是赢家。OK， 来，各就各位，我们的第一棒，啊，来好了，来好了，三分。没关系，没关系。绝望了，三分。耶！小事啊。行啦，准备好送多一份给我们，不用紧的嘛。对呀。在那边看。两分。加油！两分。
夹大一点，大一点，吃饭吃饭。来呀啦！再远一点，再大一点，飞不过去了。再来，再来。哇！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没有了，太突然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来来，算很好的啦，很好，加油，尖叫下一点嘛。来了，毛，三分，听到了。哎，加一，加一，加一分，哇！三分，三分，我 feel 到好了， feel 到好了，好了，没三分好了。还中龙啊，龙啊！哎，扣一分了。刚刚不用紧，不用紧。他在后面这样，三分，三分。哎呀！黄色的吗？看到吗 ？feel 到。前四比四，哇！是啊，哇！哎，我们还没有玩就这样激烈了，哇！来了，来了，两分，两分，哇！三分，两折，两折一起，两折啊！學藝嚟啦，學藝啊，咁撚肥學藝，加三加三，加二加二加二，咩？好緊張啊而家？冇啊，冇咩？我謙虛啊我，謙虛，更加啊，看到嘛，學嘢啦，加三加三，哎，這樣都可以啊，可以啦，加三嘛。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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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我们先把最强的放后面 ，OK？ 就是我。那个自信从哪里来的？对呀，马哥，刚刚拉，对住那个把中间，有风哦。没没啊，这没啊，这没啊。OK， 第二嘛。啊，放了放了，放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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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这样子啊？啊，对，拉直一点啊，对啊，跟他混过去啊。我觉得这个这一件呢，不是加三就。太搞了！哎呀，拉吧，再来，再来，再来，靠近你点，靠近你点，再来，再来，再来啊！喂！再来，懂这个节奏，可以的。OK 啊，差一点这次，差一点啊，很好了，很好了，加油了，加油了，哎呀！来了来了，来 Adeline 可以的。Yes Yes， 好啊。哇哇哇哇哇哇！强而有力的臂弯啊！强而有力的臂弯啊！那个肩有一点向下哦。现在目前比分减二比十五。哎，减二比十五。好好好好好。还有机会的，还有机会的。你看到吗？哇，很远呢。千多度可以看到。最远是你啊。
哎哎哎，你眼鏡近視幾多啊？而家一千啊，戴咗之後一千啦，定除開之後一千？不如我哋試下除開。又得又得。哇！好啊呢個，哎，小心啲啦。你拉俾啲啊！他現在啊，就跟平時戴起那個墨鏡是一樣的，看不到東西。太歪了，太歪了。真的嗎？真的。這邊啊，這邊啊。啊，我去。我唔会戴啊！唔系啦，呢次我眯埋眼咯。眯埋眼，又得啫！哇，好多白衬啊！啱啦，得。嚟，冚眼。得啊，上啲。嚟哦，吓，冚啊！做咩咧？不是很厉害耶！厉害哦！好冲刀哦！阿大喜啊！啊！我们试一下这样子啦，哎，反正我们都一定是输了的嘛，我们来一个 side bet 咯。求我？求你？我求你，我们来一个 side bet 了。等一下先。我剩三支箭的嘛，如果我有其中一支箭啊射中，我给你选啊，加三或者是减一，只要我射中，你就给我赢；如果我射不中，我就派 Adeline 出来站在那边，头上放一个苹果，任你射。好，这样 OK 吧？你们 OK 吧？可以，蛮好玩的。OK 啊。哎，其实啊，我反倒要问了，你觉得可以吗？没有，没有沟通过。我乱乱想出来，我讲嘛，他就啊。太好玩了，我真的太喜欢了。快一点啊！哎呀，你要我射中加三还是减一？我觉得减一。来啊！不如这样，我们再来赛败回了，又赛败回了，赛败回了。所以刚刚那个射箭的那个环节，那个游戏呢是我们赢的，然后现在这个赛败是赛败别的东西。那刚刚讲给 Adeline 出来被我们射吗？那如果你们输了，你们派小公主出来哦。你敢吗你？你什么赛败被赛败了你？队长在那边讲话了，不要去不要去。你队长拿出了勇气了，如果射中你出去了。你的脸，你给他看，是不是不想赛杯了嘞？你要想象我整个人在，已经射完了啊，奶龙。我们射苹果，射射吧。苹果放你头上。哎，你们讲下话了喂。我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但是黄队投票啊，哎，那个代替出了，三队举手。累你们反常。喂，你只射一箭，如果可以中了三，打一就出去；如果不可以 ，Adeline 就出去。哎，找干嘛的呀？哎呀，我是要抓头啊，我还要偷我妈，你来加三了。但俾我中，等下，等下，是谁射？阿五，过去。OK， 你看一点点啊，你看阿五那边。我不要看了，你要不然你走开，你个三瓜仔啊，你个。桌子没，你看你射到他没有？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你阿妈，你可以叫我怎么不动？走开！我跟你讲，你们这帮人都是哎呦，不管怎么。慢人耶！慢人耶！
橙，辣橙。哇！苹果掉，苹果掉。辣橙。很靠近嘞。OK， 我好了。三、二、你一，我加你。大压力哦，我也很大压力耶。哎，没有没有，不要走。OK， 各位，三、二，不要，不要。差一点啊！怎样？你怎样？你的魂回来了吗？啊，妈不是玩鸟了，说嗨！走进啊，加拉蒂，你坐低，来嘛，走进，走进，走进。来，我们试一试给大家看看。啊，真啊真这样射没？刚才感觉这样子啊。不要动啊！别动，不要动啊！来，三、二、一，射！哎，我我买我开噶。It's a prank. It's a prank. 你们才幼稚嘞。妈妈。当然是要撒尿了。这个时候就要讲一句很狗的话了。如果导演要射你啊，我就第一个讲不 OK 了啦。哎，是啦，真的吗？真的很狗。谁搞坏了？哎，真的很狗，可是是真的吗？哎、欸，他很怕嘞，等下要拥抱一下一点。哎、啊、呀！哎、欸，来恭喜我们蓝队获胜！哎、欸，我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OK， 好，来，我们今天要画的一幅画是要回馈给粉丝的啦，因为你们上一场游戏黄队玩输嘛，所以我们就要限制他们那个材料咯。所以你们看到桌子上蓝队的颜料也是很充足的 ，OK。然后黄队呢的颜料在哪里 ？OK， 来纸袋给他们，你们每一个人只可以抽一根上来。配合三周年主题，各队必须完成一幅画，每个队员分别用手指、脚底、下巴、鼻子、手肘就完成那幅画。除了指定的部位可以用来画画咧，其他部位一律不能动那幅画。每个队员会有两回合的机会去画画，第一回合的个人时间是三分钟，第二回合就只有一分三十秒。画作最后会放上网，两个小时后拿到最多的 like 就是赢家。OK， 准备好了吗？第一个成员。好啊。三分钟啊，限时三分钟啊。Ready， 三、二、一。甜个碌蔗啊！哎，快点快点，三分钟罢了，喂喂。会不会太吵？哥哥嘛，你用胡子、脚趾。我用错脚了，碌蔗我用错脚了。你们教室条有用脚。你的柔软度，你要相信。
我还你弄过脚了嘞。耶！我现在发现到你用脚。对对对啊，那脚长这里可以啊。完美，完美啊，完美，完美啊！我们呢，真的是完美啊。三，有没有？我喜欢。OK， 哎，等你回来，回来。可以了，可以了，没有，没有。嗯。拔落去，来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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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放啊！刺多啲落去，刺多啲，放落去。好，你放我刺啊！多啲啦，嘿。喂，三分钟啊，三分钟啊。唔好插喺度，太酸啦。可以啊，可以啊，允许他讲，可以讲出来，可以直接讲出来。我觉得这个后面再补啦。五、四、三、二。完成了你们的三周年画耶、yeah! OK， 到底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喜欢哪一幅画，我们交由给他们自己决定啊。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把你们的画啊拍照，我们放上我们的 social media 那边，然后两个小时后我们看哪里一个的 total 的 like 是最高的，然后哪一组就获胜。这样两个小时后见啦，拜拜，谢谢，拜拜。已经 feel 到那个冠军在这边了嘛？我们也要给你 O 秒哎！哎哇！是啊是啊，冠军在这边呐、啊！哎，你的队长感觉到好像已经知道输了，可是给点 O 来这样。刚刚我问达希哦，你觉得我们的狮子长得很美？他讲嗯，无可否认呐、啊。可是没有肉到了，所以你观众是不懂。你是不是讲？我讲的都是他，不是他的话。哦。如果啊，万一我们赢了啦，我们五个要签名了嘛，然后你们五个也可以签。这毕竟是也是送给粉丝的吧？是是是 是, 是，可以吗？导演这样漂亮 ，perfect 哦！啊，我们第一次这样 agree 了，哎，像我们这边手上已经有你们两组的成绩有啦，我们现在公布男组了先啦。OK， 来男组的总共的赖数是2608。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我们家最近在2700多了。像皇族呢，我先讲后面两个数字先呢，不重要了。72。2772。2572。前面是2372。
土陌生，最好不画嘞，就送给去我们的粉丝。这2300多也是不错啦啊！2000，我们投号投给我们的粉丝。是是是，对，谢谢谢谢。OK， 所以今天这2-3天能量的游戏环节其实已经结束了。好啦，在这边呢，我们要谢谢粉丝一路来陪我们3年了啦，庆祝，可以有终于可以庆祝3周年了。但只要一天有粉丝在呢，我们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嘛，是不是这样？谢谢，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啦，记得 like、share、subscribe、comment， 还有打开小铃铛啦，也祝迪庆3周年快乐啦，完完啦，耶！哇！大合照！然后在这30位里面再抽2位出来，得到我们画的那个。